超级可爱，这个要买吧？可爱，这可以的，还可以，而且正面很像小恶魔，不会不会太幼稚。来来买，我还没有看价钱就先买。你买完了吗？还没，怎么办？我也还没，我现在买自己的东西，真的每个东西都好想要哦。还是我们取消？在韩国呢，耶、yeah ！终于集合了，因为我们各自搭不同的航班来。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挑战就是，我们大家都没有带自己的衣服，就是只有身上穿的这一套是从台湾带来的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买明天穿的衣服，所以我已经做好了签，购物额度是3000块。然后如果觉得很想要帮对方增加买一个东西，就很适合他的话，可以超支一点没关系。所以我们等一下逛街的时候呢，偷偷的帮彼此买全身的。整套穿搭加彩妆保养品，请抽。你自己抽。哎、欸，你抽自己吗？哦，那得抽筋。我也以为是抽。哎、欸，我抽，哎、欸，我又抽自己了。不是我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要什么，好笑。我在想说，怎么跟我抽？不可以公布是吗？不可以公布。我抽到我自己，哎呀，还有极限呢！我抽到自己，好烦，我又是自己啦，哎，安乐，安乐，我的是他。好期待哦！这一次的民宿超漂亮哎，然后现在还有一些雪，地上都是雪。是一个独栋别墅的感觉，在宏大站附近，走路几分钟啊？我们8分钟吧，很快。我们要开始逛了，然后带太少的后果又是超冷，好冷，我们都什么都没带，然后需要一个围巾哦，好想去买围巾，真的太冷了，还需要一个手套。还要一个洞洞鞋，给对方洞洞。还要一栋房子，还有一台车。对。这个。好好这个很好看哎、欸。超级可爱，这个要买吧？这可爱，是可以的，还可以，而且正面很像小恶魔，不会太幼稚。买买买买，还没有看价钱就先买。这裤子看起来超暖的，才15000块，还是内刷毛的。这件很厉害，对啊，他的帽子跟围巾、手套都超好看，这也太浪漫了吧！我觉得想象中的好看，我觉得它很有设计感。它上面的这种都好好看，对，不要再穿那么蓬的衣服了，这个里面只能穿一件小可爱，怎么样？很好看耶，大妹装，这样加起来不到台币1500。我们要来拍人生四格，太可爱了吧！圣诞节的，超级可爱的，好可爱哟！拿了一个大圣诞树。哇，这可爱可爱耶！可爱哦！这个好可爱哦，太好看了。Gracias.
我们买了两件的这个裤子，超级好看的温暖棉裤，这件的质感很不错，就是款虽然跟前几件一样，但是它质感比较扎实。刚刚买好了 Lucy 的衣服，然后这件也很可爱，就是粉粉嫩嫩的，而且他好像没发现，他们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大包小包偷偷的买好了，这件也很可爱，还有很多可可爱爱小香风感觉的衣服。对面这件也很可爱，这太可爱了吧！我遇到一个问题。我刚刚买的东西到底多少钱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有多少钱可以花，然后东西在他的行李箱里，我要怎么样让他打开行李箱让我看一下发票呢？我觉得我应该还有剩1500多块，所以可以再买个一件衣服或是一个外套，可是我真的忘记我到底花多少钱。他把行李箱丢在一楼，这个围巾质感很好，就柔柔然后不会掉毛，也非常的薄，这件也不贵，好像可以买一条这个。这里有很多其他色，哦，怎么都好可爱哦。你买完了吗？还没，怎么办？我也还没，我一直在买自己的东西，因为每个东西都好想要哦。对啊，还是我们取消。太可爱了，好可爱的。买了一个这个。这样耳朵会动，直接被疗愈炸。然后我们买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回去民宿放东西。大家大丰收的感觉，冰箱已经满了。对，我们吃完晚餐，然后现在继续逛。现在已经晚上10点，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。而且我们的彩妆品跟保养品都还没有买。这只狗超像 Lilian 家的 Jumi， 一模一样哎。对啊。超级可爱耶，我买了一个这个内搭，而且还像牛奶丝的材质，就软绵绵的，然后10000块。它的大学T好可爱哦。我这边买完了，今天早上要来公开帮对方买的衣服。 Lucy 先，是我是我我不去，是我先看看。我帮你打造了一个新的风格。哇，我居然有这个风格。我觉得它超好，因为它的那个旁边是甜的，它型超好看，太用心了。对，我们沿路一直在买棉裤，这个围巾是我整条街觉得最不毛的。你也买它的东西，骄傲。对呀，怎么办？而且我还剩很多钱，这件很好看，是你喜欢的颜色，但是你没有的衣服。原来它是我的，我怕你穿那个会冷死。我是去换衣服，你要跳一下。喜欢吗？好害羞啊，还是温柔的风格，温柔小姐姐千金风，很可爱耶。下一位 Lucy 搭谁？我搭的是 Lucy， 我在一直跟在她旁边，因为要在那里看她有在看什么衣服。
今天因为公布结果，就可以把剩下的预算问本人把它买掉。我们刚刚又添购了手套跟帽子。刚刚莉莉送给我的帽子被称赞了，有一个阿姨走过来跟我说：“一不搭帽子，一不搭。”接着我们又回到了第一天开逛的第一间店，因为我们实在对这一间棉裤念念不忘，虽然它比较薄，但是质感真的很好。后来又发现店内放了另一件喇叭裤，更修身更显瘦，算起来台币也才300-400块而已。重点这一间店的姐姐她会中文哦，所以她超级会推销，我们又买了好几件衣服，这件真的大推大推。 Lucy 的妈妈一直很希望我帮她买衣服，然后如愿了。我这次逛街每一件我都问他这件可以买吗，我都说不行，他全部给我拿一些圣诞节，不是这种毛衣，是圣诞节头毛衣的那一种，对，有圣诞老公公迷路在上面，好可怕哦。